我最早知道陈老师哈，就是因为您的那个，因清为华的那学个，生哈，就是他考外语过不了，不能当学生，然后您拒绝当导师了。就是包括看您的绘画，我都有一种感觉，就是陈老师他是一个很本真的人，就是他来绘这个画，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就目的，而是自己心里有什么，就表达什么。自己能做什么就表达什么，所以我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是被人逼着去干什么，而是自己的内心由内向外的一个散发。所以我记得当时咱们那个钱老去世之前，总理见他的时候，温总理曾经有一段话就说，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出不来人才啊。我认为为什么出不来人才，就跟我们现在整个这套教育有关，就是这个人吧，他从小就开始被规范了。被关系，刚才讲的，见到老师什么样，见到什么什么样，就是包括他上学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考这个啊分数，这样的分数你就能达到什么？他不是一种本来的那不种主动对喜欢，所以我记得我上学有一句那个西哲名言叫"我爱我师，我更爱真理"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在学术界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我认同你哪些观点，我哪些观点不认同，然后我个人是什么观点，对吧？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，然后去发展自己，而不像我们现在，就是你讲一就是一，你讲二就是二，考的就是这个，你没什么好商量，没有你自己的观点，你自己观点就不行了，照这个答。我记得我我的，相反，我怕真理，我更怕我的老师。反正我就觉得，包括您的绘画，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做研究也是这样，我有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想法，我该去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。就是你就随着你的那种本性去走。如果你的兴趣和你的这个特长结合在一起了，那我认为你就是，这就是你的价值。但问题正好今天的教育都是在。就扼杀你的天性，就是你喜欢什么，遮盖上。然后他要拨过来，你看这个很要紧啊，你如果不好好弄，你将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。他另一方面又很功利了，他太小就让你知道你这么混不行的，因为我听过最操蛋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农村的中学啊，你不好好考，你永远就是农村户口，农村户口变成原罪。那这反而变成教育，这才是教育，这是今天的教育，这个教育非常奏效，我也觉得是啊，就是好像活在世上很难的一种感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小啊，就像当时你那清华那个学生，我当时有个感觉就是说啊，你在中国一个孩子，好像你从小就会受到一种训令，就是说你要干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啊，对不起，你得搭配一大堆你自己不爱干的事儿，你得通过干一堆你自己不爱干的事儿，你才能达到一个你干你一个你喜欢干的事儿。你这话真的是一语中的，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干一个自己喜欢干的事儿那么困难呢？